我现在的坐标呢在黄骅市。我平时选择那个露营的地方呢，都是在那个有路灯和监控的下面。然后刚才我在这块儿忽然间就没有电了，全程都黑了，我这有点害怕了。现在外面的风呢也特别的大，我今天选择露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整条街都没有电了，大概在2公里以外吧，那边是亮的，但是再往这面看的话，这面是一点电都没有的，都是黑的，只能看到一台车，现在来一个大车。现在已经把车给启动了，我要换一个地方，找一个有亮光的地方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敢住，简直是太黑了。两边的房子也都灯都灭了，大概前边2公里吧，就有亮光了。买这种没有路灯的感觉，开车还挺吓人的。找到那个亮的地方了，那今天我就打算在这边露营吧，因为那边漆黑一片，简直是太吓人了。这块呢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位置，我今天打算就在这儿露营了。这块还有监控，然后是一个商业广场，外面里面还有看门的大爷。我的妈呀，头一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整条街都没有电了。那我今天只能露宿在那个黄骅市，这个叫什么黄茂商业广场，在这个门口露营了。我把车现在好好挡一下。打算要睡觉了，你这回嘛，你最起码得让我有点光啊，别伸手不见五指啊，太吓人了。